岑英。北洛。来，把伤药咽下去。嗯。觉得哪里不舒服？还好，没有哪里特别疼，都是轻伤吧。只不过有些头晕。别担心，老师总说我撞得像头牛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这是哪儿？也许已经不在人界，得探查一番。还记得之前的事吗？嗯，我在湖边的时候，有个女孩子忽然出现，她说她叫思薇，来杀我。永月和她打了起来，然后我应该是昏过去了。永月呢？我们要先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找她。那现在就走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再休息两三个时辰，我来生火会暖和一些。可是欲速则不达，依你现在的状况着急行动的话，一刻之内还是得停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躺一会儿，争取多恢复点体力。你只管跟上，遇到魔怪不用出手，我来应付。我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我带你直接穿过了空间。什么？但这种力量在短时间内不能频繁使用，而且我也不算真正掌握。当时情况危急，只不过险中求生罢了。倒是你，哪里来的仇怨？思薇说，因为我是皇帝后人，他要报仇。可我根本不明白。
除了我们，这是不是再不会有其他人了？这里有魔，假如真是魔域的城堡，那常人是很难看的。明明也有合影，可就是让人觉得很安静，好像尘封了千百年。
你休息一下，我去周围看看。前面有房子。不急着过去。都怪我没用，本以为自己的体力算是不错，看样子平时还是锻炼的少了。是因为思维的法术阴气重，对身体有损。一个时辰内若有敌袭，我能感应得到。嗯，谢谢。北洛，游月，你在哪里？现在怎么样？性命无碍。你受了重伤，有些麻烦，暂时不能动武，也不能化形。什么样的伤药管用？寻常伤药对我来说效用有限，好在如今身处魔域。附近长有孤芒草，开着黑色花朵的那种，你帮我摘五六株来。这里真是魔域？是，魔域本就拥有无数的大小空间，此地应当也是其中一处。你稍等，我马上去摘孤芒草。有东西跟着你们。我知道，之所以停下，也是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动静。嗯，万事小心。
云无月，这些够吗？不够我再去采。可以了。可怕吗？不，你要快点好起来。云无月来了。在哪儿？他受了伤，暂时不会现身。是为了救我吗？走吧，去看看前面那些到底是什么。